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，梅三少什么时候死？放心，我已经查明，梅三少经常去的地方，这几天我就设想埋伏杀他，干干净净。这梅三少功夫，你有可用之人吗？虽然和梅三少交过手，对他熟悉的很，这一次别让我暂时忘了。我娘的，死到底怎么回事？告诉我，滚！ 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弄成这样？亏你还想得出来！事情都站着你干的吧？对，事情啊，无数说呀。你知道我已经娶了郡主，应该奔你的锦绣前程，而不是跟这帮亡命之徒搅在一块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锦州还败兄，我不会放过他。更何况，还是杀我母亲的警官，我更加不会放过他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 杀害你母亲的是燕邦的人，十年前就是我剿灭，为首的田龙也被我亲自斩首了。你骗了十年了，其实我已经查到线索。现在杀我母亲的人到现在还逍遥法外，而且他还和青龙战有关。十年前燕邦被灭，现在又死灰复燃，这些难道你都看不到？虽然我点击伤，但我信不信？笨小子，胡说什么你都不信是吧？我。 我可是荆州堂堂的大将军，这个地面上发生的事，我能不知道吗？父亲，这是真的。父亲，我们看到外面写来的人了，这都是真的。郡主，你不用替着我想说话，这也假话，从小就不该听话的主。父亲，你若执意撞枪，事情也没办法。我瞎，现在是你瞎要我脚的。郡主，你好好照顾他，我去寻黄天一，无论如何，至少这臭小子的眼睛不会接受你的好意。你想气死我是吧？我跟你说话就是最有感情，气死。 我们先把眼睛抓好，等抓到司徒领和他的手下，雷将军自然会信任。